哦，二轮车呢？哦，二轮车，你看二轮车。哦，庙会的时候也很方便，安妈超水的，还有用二轮车的。哦，站在二轮车上面上班给妈超水，这样别不会走的那么辛苦。哦，还有聚会，有夏营，夏营的仓库，夏营农会仓库。哦，夏营区产业文化展示馆。哦。哦，你看看，要西安市场，